喂，哎，三木叔，啥事儿啊？啥？我爹遇到电话诈骗了？不能吧？我爹那么老实一人，怎么能碰这种事儿啊？不会是搞错了吧？多少钱？十块钱。咋样啊？张大爷不接电话。张大爷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急死人了。怎么办呢？这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。没事，你接着打啊，坐好。小叔啊，完了，那一万呢？我给你打过去了啊。打了？对呀、啊，打了就对了。我跟你说，成功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知道吗？对。啊，然后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穷亲戚不用告诉了，他们没这个命儿。那些富亲戚啊，给他们宣扬宣扬，咱们得共同致富啊。对呀、啊。那个过两天那2万。我再给你打过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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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好了，马上打过来。好嘞，哎，好嘞，表叔，哎，哎，哎。好像是张大爷。完了，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。怎么办？不，你这咋的？除了蒸豆包，不会做别的呀？你不就爱吃豆包吗？哎，对，忘了，最爱吃豆包。你说个事儿呗，啥事儿啊？说最近呐，这个电信和网络诈骗可厉害了，记住啊，陌生电话千万别接啊，什么链接什么那乱七八糟，千万别点啊。哎呀，你烦不烦呢？你今天都给我打七八个电话了。我这不是在提醒你吗？我傻呀？用你提醒？行行行，你接你接，不用提醒。我跟你说，这帮骗子专骗那些老实人。你知道不？张老面老实吧？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，咋样？被骗了吧？谁？谁？张老面？咋的？我跟你说，三木都到派出所报案去了。你这玩意儿啥时候整好啊？再等几分钟，咋的？我饿了？饿倒没饿，反正肚子叫过来。那不有蛋糕吗？你先垫吧垫吧的。哎。
来。对了，老婆。啊？那我跟你说，我就发现小茹和三木这几天联系的挺勤的，我觉得他俩有戏。薛同学，你能不能别总把他俩往一起撺呢？什么叫我撺的嘞？是小茹亲自找三木来的。小茹亲自找三木？可不咋的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女孩子都讲实际，一听说三木啊，他哥俩私自挣了那么多钱，又挺有才，马上寒冬腊月的萝卜动了心了。老婆，其实我觉得挺好。哎，你说他俩一成，我不就成大姐夫了吗？那以后啊，丰年村的大事小情，不都我跟三木说了算了吗？是不是？我可不跟你扯，我得起锅去。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毫无疑问，这次张大爷肯定是被骗了。昨天我接到报案了，情况跟张永久的相同，我想这是一伙诈骗团伙。县公安局啊，也刚刚接到一起有一个老人被骗了。目前最主要的应该找到当事人，只有当事人来，才能立案调查。那以后你说，谁一找我办事儿，说谁会计，啥事儿拿哈巴说算了。这是哎，朕呢就喜欢坐你的小板凳，吃吧，吃吧，之前跟老爷子似的。咋吃啊？手抓呀！一天整天在那三七嘎啦话，咋的？让你伺候伺候我咋的啊？我是一家之主。哎，你今天咋回来这么早呢？咋的？嫌我回来早了？我告诉你啊，等他俩成了以后，哎，我就是大拿了。哎，我再也不看于倩雪那张冷脸了。哎，我的世界我做主。哎，哎，我发现你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哎，给朕拿点糖去。我再次警告你，别再打小茹的主意，听见没？去给我拿点糖去，听见没？自己去。哎呀，一点也不粘人我。进。三木书记。哎呀，哎呀，来，三木书记，你俩在这儿呢。啊，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子轩来坐。哎，爸，你跟子轩咋碰一块去了？就在门口嘛，我刚到这儿，他开那小豆车就过来了，这家呜嗷小豆子。嗯，咱们喝点水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个猫子，你爸那电话他打不通呢。我再打，给你打一下，快点。这段时间很忙。是啊，你感谢你。这不是那谁嘛，张老面嘛？你说他出这事儿，这得把我急的。喂，爸，你咋才接电话呢？你都把我急死了呀！给我手机。我干啥玩意儿？你是不是闲的你？张老面，你在哪呢你呀？啊，林书记啊，有事儿吗？可不有事儿吗？你这干打电话也不通，你上哪去你啊？你马上上我派出所来一趟。去派出所？去派出所干啥呀？你家忙出事儿，咋的？忙了惹事儿了？是啊，你快点来！我跟你说，来晚你就送监狱去了啊！快点！他惹事儿了，是不是车撞人了？哎呀，你快别白话了，快点来吧，越快越好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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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马上就去啊！我马上就过去。你咱不说，你太有办法了！你不能说他不来呀，肉肉的。那什么，你们几个回去吧，我在这等你爸啊。行，司务书记。我也跟着等着吧，不用不用，你在也没用，你们都走，都忙你们去。让我，我在就行。行，都回去吧。忙你们去。我正好有个案子，我就下去上。你来送送啊，去吧。行，那我回去了。去啊，别着急，走了啊，走吧。嗯嗯，好。哎呀，还真不错，还真来了。是啊，你这张冷面那种性格，他就肉，所以说你要不你不想着办法，他不能来。哎呀，哎，三木，你那边情况咋样啊？啥？张永久已经把钱给人汇出去了。哎呀妈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肯定遭电信诈骗了。嗯呐，得了，挂了吧。哎，你们咋来了？那张永久发的微信啥意思？对呀，
还是秦芳，都把我们弄糊涂了。他呀，发错信息了，把那诈骗信息发到群里去了，他都上当受骗了。啊，钱都给人汇出去了，干嘛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，那犯罪分子可猖獗了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小心你自个儿钱包啊，别说到时候钱被人骗了。我会提醒你们啊。好，你说现在这骗子的手段咋那么厉害呢？就是现在都是现代手段啊，不知不觉就把人骗了。哎，那公电视里的公益广告不是说了吗？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，只在乎你的钱。啊，今后啊，凡是陌生人的电话不接，乱七八糟的网络连接不连接，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这事儿没你说的那么简单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犯罪分子可猖獗了，他们那手段无孔不入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家都要提高警惕，小心上当受骗。哎，咱们不是有群吗？把你们刚才说的各种防范的这种技能啊，这种知识都把它编好了，发到群里去，让大伙儿啊都学习一下，提高警惕，小心上当受骗。好好的，行，好了，好了，走走走，咱们走。石所长，这关系到老百姓的财产安全问题，必须马上立案调查。好，我马上立案侦查。好，那这么说毛子把我骗了，我那些钱都没了。不能啊，他明明给我6000块钱红利呢。你知道这是啥吗？这叫欲擒故纵，要不然你怎么能上当呢？这个犊子玩意儿，他谁都骗了，他骗我干啥呀？24000块钱，够你卖多少豆腐？哎呀，现在说的话都没有用了。我跟你说，老面啊，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好好的配合公安机关，把那个毛子这小子抓获归案，明白不？那样，石所呀，我到明德镇去一趟，我到李忠明书记那儿啊，你就在这儿吧。林书记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要走了，我这钱咋整啊？哎呀，你怕啥呀？石所长不在这儿吗？你呀，我跟你说，多亏你发错信息了，要不然呢，你受伤得赔多少呢？你呀，你先在这儿吧，我马上。慢走啊，出去。好嘞，坐吧，正在想办法。嗯，进来。李书记。嗯。同乡联谊汇演的节目单出来了，您确定一下。95，20个，都上，啊，基本上还可以，嗯、啊，嗯，但是重点呢，嗯、一定要体现18大的精神，嗯，啊，把精神文明建设、法治建设、环境保护还有民俗传承相结合起来。嗯，好，嗯、那我们再调整一下。好，去吧。嗯。哎呀，林书记。哎，你好。嗯。林书记。哎。等会儿，坐。哎，好。三木啊，哎，把你叫过来，有2件事跟你商量一下。说呗。你看啊，咱现在东博会马上开幕了，咱们村有啥想法没有？是那样，书记，我们村啊有7个产品准备要参加东博会。7个。对，你比如说车穗菊他们家的米叶深加工产品呢、啊，还有田静他们那个蔬菜大棚那个蔬菜的品种参展。嗯，谁？田静啊。哦啊，他那个蔬菜大棚有很多的这个蔬菜新的品种，我们准备要参展，还有这个传统的版画。嗯，好，很多很多啊。哎，小林子。嗯。我这儿住了快1个月了吧？啊，这药也没少吃，我这两条腿子还不能动啊！哎呀，梅姐啊，你别着急。那老话怎么说的呢？哦，对了，啊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啊，不是这样的，嗯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那是哪样的呀，梅姐？你别瞎寻思行不行啊？听见没有？啊，在这儿住着吧。虽说是不算太贵，可就我家的那状况，负担不起。哎呀，别着急，不有我呢吗？要不啥，你上我们家住去吧，啊？哎，啊，来，罗奶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好，罗姐也好啊，罗姐来了。
行。是那样，书记，这个我们村啊还想要成立一个柳编的一个合作社，这个柳编合作社呢有一些新的产品也拿到东博会上去参加。哎呀，太好太好了！对对对，是不是啊？把我民间的好多好东西都拿上去。对对对，哎、等会儿、来个电话。好，好。哎，三木啊，哎，我是你爹。哈哈，爹啊。三木啊，那啥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你看你说话绕弯子干啥？你就直说呗，你说吧。哎妈呀，倩雪啊，你这这么大雪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看看我保护啊，正好你来了，咱一块儿去呗。不是，这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呢，现在去是不是有点早啊？干啥呀？关心我保护还非得春节啊？不能流于形式啊！要不说你就是比我站得高，看得远的。你拉倒吧你，你赶紧走吧，我都担心老李太太家的那棚子给压塌了。没事没事，你让这雪下的。是。你看你爹，你看你，当时我就说把老罗太太接到咱们家，你老跟我俩躲躲闪闪的，你说你，没事没事，那样一会儿我就给建钊打电话，我让他拿车把老太太接到咱家了，还不行吗？啊，好好好了爹啊，好，我现在有事了，哎，好，我爹，啊，老爷子怎么样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啊，哎呀哎呀，哎，好。哎，老大，明天星期天放假，咱俩回村不？不回去，咱俩这手工艺学的不咋地，你回去干啥去？你是不是又想那事儿了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想啥我不知道啊。要不然你说你回家干啥？不是，我这不是怕你想媳妇？别拉倒吧你别往我身顶扯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无敌，今年猫冬过的是最充实。你说的太有道理了。哎呀，每年这个时候啊，咱哥俩正在麻将桌上，没白天没黑天的在那耍呢。哎呀，那造的人不人鬼不鬼的。你说，这老木钉的十年的毒瘾啊，说不玩就不玩了，就像抽烟似的，咔一下就记了，不容易啊。那可不咋的，刹不住车呀。还想不想玩？想不想操心？你想听真话，你讲。你跟我当然说真话了，多少想点儿，但不那么强烈了。所以啊，咱俩就不能回去，就得搁这儿好好学，分散精力，就不想那事儿了。行，老大，我听你的，就在这儿。哎，老大，谁让俺那不接呢？我靠，谁？老坎呐，你看，你看，又来，接不接？接呀，接了，接。你直接来问问，他想干啥？接了。哎呀，老坎呐，好久不见呐啊！哎呦我天哪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，你还活着呢，啊？哎呀，你咋来了呢？啊，我想跟你说一下那个东博会的事儿。哎呀，正好我想找你的，那个李正明书记啊，非常重视这次东博会。他说咱们村呐、这几个新的农副产品，再加上你那个米业深加工，全部纳入在内，必须都得参加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想把我的那个莲子大米和河湾小杂粮都拿到东博会上去展览。哎呀，我发现你吧，可有商业头脑。就会抓住商机。我和咱们庆安农商物流园的周经理已经通过电话了，咨询了一下销售平台的事儿。啊，他说他明后天就会来，然后具体再商量一下商位的事儿。哎，到时候你来呗。我必须得参加呀。奶奶，你还有啥话要说？我觉得吧，你最近对我特别疏远。不过我知道你是故意的。这句啊，
我发现你呀，竟是胡思乱想，你净想些没用的。没有，我知道这是为什么。为啥？我去找韩小茹了。你找他干啥呀？因为我想要知道他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。有这必要吗？当然有这个必要了，因为我们打算放弃。其实崔局啊，你听我说完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遵循我内心的想法，我不会放手的，所以我要扫清我面前的一切障碍。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咱们俩是不可能的。那是你的想法，只要你一天没有结婚，我就不会放弃努力的，我会加油的。走了。啊，我没时间呐，我这不搁县城学习呢吗？三金我俩一块儿呢，都搁县里学习呢，我俩。你这样啊，等我俩有时间给你打电话，好不好？我俩找你，啊，那好，就这样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看，老凯啥意思？他找咱俩那有啥意思？不行啊，这事儿我得跟三木哥说。你跟他说啥呀？你不跟他说，他不跟咱俩玩，不得祸害别人？看了五保户，还有那两户金链鼠，这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拿啥标准去慰问他们呀？民政局不有政策吗？就按政策办就完了。嗯呐。但是书记是这样的哈，你说你这不家访不知道，一访吓一跳。咱们村里边各家各户的经济条件呢，差得挺悬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真按照政策的尺子来卡的话，我觉得这事不太妥。不是。学会啊，他是那样啊，这个咱们村的五保户吧，我还真都调查过，罗奶奶家吧真不够五保户条件，但是罗奶奶家最需要人照顾，知道不？那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呗。可以啊，你做个明细啊。嗯，那行。哎呦，这雪可真结实啊。他呀，小茹你咋来了？这孩子来找林叔似的。林书记，哎呀，这孩子来了！哎，进屋坐吧。没事没事，雪姨，我说两句话就走了。你咋没开车来呢？今儿雪太大了，我打车来的。啊，干啥来了？我那个立审项目通过了，下个月在网上公示呢。是吗？啊，太好了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什么玩意儿？立什么项又公示？你整啥玩意儿呢？一家影视公司委托我创作剧本，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文明建设的。啊，挺好啊。考啥考？你不是你啥时候写这玩意儿会写这玩意儿？我咋不知道呢？啥事还非得让你知道？书记，瞅瞅，看看，这关系完了，这么大事我都不知道。徐景仁，我这次来呀，主要是为了感谢林书记的，是他在我创作的时候遇到瓶颈，帮助了我。你这孩子，你看你这，我哪有那能耐？我也不会这玩意儿，我咋帮助你？太谦虚了，林书记。一开始呢，在我印象里您是个特别普通的人，后来通过我姐夫介绍，我才发现您有人格魅力，在您的普通外表下呢，隐藏着一颗并不普通的心，刚好是我创作的剧中原型。哎呀，这孩子，你看你这不夸你，他真不是夸你，他说的全是我的心声。其实我也想说，但是我没有他那么会说。你看，书记，我也算是立大功吧。是你立功了，是不是？这玩意儿。我知道你们一直误会我在跟林书记谈恋爱，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一次次的来找他呢，是缠着他让他给我讲出他的人生经历还有阅历，为我的创作提供很多素材。他是书记，帮助你是应该的。哎，不是。行，那就先这样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，走。人家不是那关系啊，啊？想啥呢你？我走了，林书记。哎，你真走啊？不用送了，我打车我就回去了啊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慢点。哎，慢走啊，孩子，一定别老整电影的事儿啊，研究点正事儿啊。工作吧，扫雪吧，工作。
哎，谁无敌啊？怎么的？什么？老卡来了？怎么的？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跟他说啊，我告诉你无敌啊，以后他再跟你联系，你马上告诉我好吗？好了。我在站听啥哟？好，来，你看现在这个通讯技术啊，迅猛的发展，一些不法分子啊，就利用这个，你像网络、电信还有手机进行电信诈骗，他们手段非常高明，而且呢非常猖獗，不讲人性。你看现在这个，我们的民乐镇、后沟村还有那个丰年村，陆续都发生了电信诈骗事件，啊，现在这个市局、省局还有会同当地的派出所、公安局，已经开始立案侦查了。呀，老妹哥来了。姚老嘎，啊，你上我家干啥来了？不，这不你喝多了吗？这是我家呀。你撂我家干啥来了？这是我家。你还我钱！哎，行行行，哎呀，你喝多了，喝多了，走走走走，坐坐坐坐坐，来来来。哎呀，这搁哪儿喝这么些？你上我家干啥来了？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哎。这是我家呀，你别整错了。你这搁哪儿喝的酒啊？你喝人事不懂的都。坐坐。这是我家。哎呀，什么你家我家？来坐。你还我钱！哎呀，你不还我钱，我那就报警，我报警。不，你报什么警啊？谁该你钱呢？你别整错了，是我，你该我钱。你该我钱。行行，不管谁该谁钱，你快坐等着吧。哎，等你这点水喝的。这些诈骗分子无孔不入啊，他们已经把黑手啊伸向了防范意识非常淡漠的农村了。你们要积极配合好市局的调查工作，同时呢要做好法制宣传啊。石所长，你们那个村的这个法制宣传大篷车是不是已经下去了？已经下到农村去了。我们一方面用扩音器进行法制宣传，另一方面对村民解释有关的法律知识，同时建立了法制平台，使法制宣传不留死角。请书记放心，太好了，好坐。啊，是啊，在这个村屯联防和法制宣传方面啊，丰年村做得非常的好。哎，人家把这个每个村民都拉到这个微信群里边来了。你看，就比如这次这个张永久被骗这事儿啊，第一时间全体都知道了，全村都行动起来了。所以说呢，镇政府决定把丰年村作为法制宣传的样板村啊。同志们，这个12月4号马上到了啊！大家都知道，12月4号是全国的法制宣传日，啊，所以我想啊，在座的每一位责任重大，一定要抓好契机，做好法制宣传工作，有信心没有？有，有信心。好。三木啊，你今天回这么早呢？啊，村委会那事儿我都处理完了嘛，早点回来。那你坐这儿，盯你说点事儿。好啊，好。那啥，哎，老罗太太呀，明天就满月了。啥玩意儿？不是那什么，老罗太太不是办月托吗？明天整整一个月。我前思后想了一下，我想呢，把他接到咱家来住吧。接呗，明天让建昭开车把他接回来不就完了？
哎哎哎，还是我儿子。哎呀，这世界上啊，只有你呀、啊，最懂得你爹。别煽情了，爹，有啥话你就直接说呗。哎哎哎，那啥呢，老罗太太来是啊是容易，往后的关系咋处呢？生活咋办呢？这可不是十天半个月、一年半载的事儿啊，恐怕呢，一直到死。你说这两家变成一家的，啊，将来涵涵呢，咱们得负责到底吧，至少让他上完大学，参加工作。这个确实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啊，爹啊。其实我同意老罗太太到咱家来，我就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哦哦哦哦，其实说起来还是我不孝啊，爹啊！别！其实我从俄罗斯回来以后，我就应该把你们俩这件事应该撮合成。你说我一天忙这个忙那，我把这件事给耽搁了，儿子真的不孝顺，爹。哎呀呀呀！不，你说这干啥？你说说。其实我在想哈、啊，只注重老人的物质生活，不注重他们的精神生活，包括感情方面，这都是不孝，这就是养。充其量那就是一个什么呢？那就是一个记忆物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这方面啊，爹啊，你不要考虑，我肯定同意。我敢打保票，见招填景都没问题。只要老太太能到咱们家住一个晚上，那就是我妈。是不是，爹？爹呀、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其实呢，我妈死的早，我从小就没有享受过母爱，今朝呢，她也没有见过她奶奶。其实，在情感方面，我们爷俩缺失的很多，是吧？如果老太太能进到咱们家门呢，那我们就多个娃娃，是吧？见着不就多个奶奶了吗？是不是？如果咱们全家在一块儿，其乐融融，多幸福的，是不是？儿子，爹啥都不说了，别说了，啊、不说啊。儿子，给你做主。哎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接吧接吧。哎，喂喂，三木书记，有了嘎呀？什么事儿？这张冷面也不搁哪儿喝，就喝酒喝多了跑我家来了。说他要死到我家里，我这满身是嘴我都说不清了都。你给他老婆他儿子挂电话不就完了吗？我打了他不来接，可能是搁斗房呢呗。行了，一会儿我给张子轩挂电话，我让他把他爹接回来啊。那好了，那我挂了啊。好了，嗯，哎，爹还没做饭呢。哎呦，现在做，现在做，快点做吧。那现在做，现在做。哎呀，咋整啊？啊！谁呀？我。瑶瑶，瑶瑶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快开门！哎呀妈，这丫头！来来来，快进来进来。冻坏了吧？快，把鞋换了。哎呦，这孩子，我说你回来也不给妈打个电话呀？哎，打什么电话呀？啊，我这刚从平安村采访完回来。是吧？哎，然后路过丰宁，我就直接下车了。吃饭了没？吃了啊！妈，啊，你先坐着，你先坐着，我给你买件衣服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我这这么多衣服，买啥衣服啊？你试试吧。我试试，你快试试。好，求你了。哎呦，好巧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。怎么样？你去看看，这儿去。你觉得？我觉得挺合身的，还行哈。哎呦，这衣服这质量真好，还行是吧？这还两面子哈，你看这色儿，这两个颜色还不太一样。我就怕这领子大，你不喜欢，但是配个围巾，我觉得正好。喜欢。嗯。吃啥吃？我气都气饱了。咋的了这是？咋的了？老赵婆子这些人呐，在一块烂嚼舌头呗。哎呀，
他们都说啥了？能说啥？还是元哥和姓岳的点事儿。元哥和广顺都已经离婚了，他们爱说啥就说啥呗，多余生那个气。你吃饭了？吃了，我在县里吃的。在县里吃的？嗯。豆豆咋样了？哎呀，还不就是那个样子，不愿意理他爸。哎呀，这孩子。咱就给他点时间吧，这一时半会儿肯定也转不过弯来呗。嗯，哎，你跟三木怎么样了？这还那样，不远不近的。嗯，我怎么听说三木跟谁，跟那个学会计的小姨子狗打连环，有这事儿？你听谁说的？根本就没那事儿啊！你别瞎说。没这事啊？当然没那事儿。哦，没这事就好。哎呀，翠菊啊，爸呀，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看吧，本来你跟三木挺好的，结果呢，就因为我跟老林头子闹点别扭，啊，把你们俩给掰生了。我想呢，他哪天我请他吃顿饭，我给他道个歉啊。把关系缓和缓和，好不好？有这必要吗？有啊，有有。嗯，我看就这么定了吧。啊，这两天都忙活啥呢你？哎呀，啊，没忙什么，就是采访那个庆安县农商物流园的唐总。唐总？嗯。哪个唐总啊？哎呀，就是庆安县农商物流园的唐总，唐伯君。哦。嗯。没跟闹啥呀？没有啊。哦，哎妈，我最近通过跟三木叔的接触，我觉得他人挺好，挺亲民的哈。是吗？啊，大爷。哎，你看我这个画能不能参加冬博会？我看看。哎呀，涵涵画的太好了，太能参加了。好，真的真的太好了，能参加冬博会。哎，哎呀，这啥事儿这么高兴你们呢？啊，这不涵涵让我看看他画的画能参加冬博会。嗯，好看，涵涵画真好看，一定能参加。真的真的呗。那啥，涵涵呢，一会儿爷爷把这换了以后咱吃点冬秋梨。爷爷，我不喜欢吃冬秋梨。嗯，哎呀，不喜欢那你吃点别的。涵涵呐，就这个冬秋梨呀，这是东北的一大特色呀。就在我们小的时候，好几个小孩才能吃一个梨。真的？那可不。一会儿还好了你再吃啊，那能闻出啥来？哎，对了，三木啊，那个头先呢，那个馒头都给我来个电话，干啥呀？说是哪天请我吃饭。他咋想起请你吃饭了？因为啥嘛？前几天不是闹别扭了吗？他想通过这个呢，缓和我们俩的关系。啊，那你可得去。你说别因为这点小事儿，再断了你们俩几十年的老交情，犯不上了啊。嗯嗯。哎，这主要是一方面，更主要是啥呢？我们俩总那个激浪激浪的，啊，那个就对你那个和那个翠姐的感情不好。你可拉倒吧，啥跟我俩有啥关系？真事儿吧？那啥，不，你看你俩处你俩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，咋没关系？你看你。行了行了，我就等冬秋梨去了啊。啊，这又瞎画来了，又不再画一个呀？哎呀呀呀，这哪能让你亲自动手呢？这是我的业务啊。老公，来，我给你洗洗脚。哎呦，这哪使得呢？这不倒反天罡了吗？这不是。老公。别叫老公了，叫的我直起毛毛狗啊！哪块错了我改行不行？老公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要做一个温柔的妻子。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儿。我们老师说了，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庆典司仪，首先要有爱心，要有耐心，给家人洗脚啊。这是我们必修的第一课，来，老公，你给我录个视频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
老面，老面，老面，你翻翻身，这呼噜打的，哎呀，跟鸡打鸣似的，谁能睡着啊？动动的。今天晚上外面怎么这么冷？天气预报降温，零下37度，这天气，哎呀。对，那啥，那个后沟村的案子。喂，你好，哪位啊？什么？是谁？你是谁？